又翻到嚟我王建文音乐实验室嘅时间，今日就带咗两位朋友啦。咁啊，第一位就系 Vincent 啦。Hello, Kiman。咁 Vincent 就系玩 live 嘅时候啦，网上 live 嘅时候识嘅。系啦，我哋网上嘅 busking 啦。系啦，咁今集咧就好想问下你，点解你会想拣选用古筝一齐 jam 嘅咧？今次其实我觉得系因为呢首歌本身都几适合嘅，同埋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将啲中乐融入去啲流行曲嗰度嘅。多谢你。咁我即系就谂起阿 Vita 啦。咁 Vita 咧就系十年前咧喺啲机构度识啦，佢邀请我去分享音乐啦。咁当时我系未知道佢识玩古筝，跟住识耐咗咧就知道原来佢玩古筝系好厉害嘅。咁喺度咧就要多谢两位啦，今日同我 jam 歌啦。咁希望大家会中意我哋重新编曲嘅版本《再见二丁目》送俾大家。找寄托。